及掌声鼓励。幸福的大门开启的时刻，也就是要邀请所有现场的闺蜜朋友们来准备继续接下来的这一对。邀请呢，是我们文腾的妈妈以及文腾的舅舅进入会场，请掌声鼓励。幸福大门的开启。以及九九带着幸福喜悦的心情迎接在此时此刻。好，邀请妈妈以及九九来入席主桌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是的，我们的长辈入席了主桌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嘉柔的妈妈以及文腾进入会场，请掌声鼓励。幸福的大门开启，新郎带着满满的心情，非常的雀跃又紧张，所以现场的贵宾朋友们尖叫声给我们的新郎文腾。是的，哇哦，今天的新郎帅不帅？好，给我们的文腾再次掌声鼓励。好，请文腾先跟贵宾朋友们来挥挥手。文腾非常的紧张，也非常的用心筹备了今天这一场世纪婚礼。是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再一次来望向我们的幸福大门，邀请所有的贵宾朋友们一起望向幸福大门。接下来准备入场的是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最佳女主角嘉柔，以及我们的嘉柔的爸爸进入会场，请掌声鼓励。你担心香吗？此时此刻